喜欢吃辣的帅哥迷，你看这里啊，有比我还能吃辣的吗？干，我就不摘了啊。一口梦，来吃个小扇贝啊，这样吃不过瘾啊，蘸点辣椒吃，这样吃才过瘾啊，辣死我算了，再来一个。好吃，好吃。撸个八爪鱼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大米啊。不带大米啊。你说。黑墨。哇，墨要喷出来了。喜欢吃八爪鱼的老铁，给个双击啊！看，一米八的大长腿啊！嗯。双击，身呛个泥螺啊！都说它是大海里的黑珍珠啊！溜溜的。特别特别的水润啊，哇，再来点调料搅拌一下啊，夏天的下酒神器啊，特别好，来上一口啊，太过瘾了。想吃的老铁双击哦，来根网红款的冰棍啊，这啥玩意儿，叫西林鱼子啊，有老铁认识的吗？认识的扣一啊，特别扎牙，看一下反面不行吗？对呀，特别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感觉。这次我一定要开开哈，开开老铁给我个双击。哎呀，终于开开了。这个三丁壳二两一五哈，肉特别的小，喜欢吃海鲜老铁给我双击啊，来个生腔泥螺啊，大海里的黑珍珠，特别好啊，加点料，独家秘制的酱料啊，搅拌一下，看着样子特别好吃啊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，想吃的老铁双击哦，嗯，太好吃了，夏天的这个时候呛着一盘，然后坐在大树底下再喝着小酒，特别的好啊，来老铁今天来个狠的啊，手抓海螺，哇，
想吃的老铁加个关注啊。感觉老妹够拼的，哥哥双击啊。考验的时候到了啊，练了981天的铁砂掌啊，哇，开了啊，这个面包屑不是特别的肥哦，但是里面的膏还是特别的好啊，完整的膏，看看，哇，打肉。想吃的老铁双击啊。听说这个很臭哈，今天我来挑战一下。不是特别的臭，就是一种很咸很咸的，好像我们海边人小时候吃的那种叫土方叫蟹闸那个味道，就是蟹子残碎了发酵，放点大蒜发酵那种蟹闸，蘸臭豆腐特别好吃啊，就是太咸了，没有感觉很臭的味道啊，太齁人了。老铁双击啊，唯美的大海螺啊，看肉质多么饱满，哇，看一下好不好看，太肥了，吃口黄，太香了，大肉啊，裤胆我就不摘了，今天尝试一下吃裤胆，喜欢吃海鲜的老铁，给我双击啊！来，老铁，大海螺撸起来啊！哎呀，黄断了！哇，看看这海螺，哇，好漂亮，是母的海螺啊！特别的香，啊，太好吃了！裤胆啊！几个干，这样吃特别好啊，特别有嚼劲啊，来老铁升枪个发财蟹啊，祝进来双击的老铁啊发大财行大运啊，别跑啊别跑啊，不要跑不要跑，老铁双击啊双击，哎你们拍完视频再走啊，吃个大鲍鱼啊，这个是绿色的内脏不要吃啊，这样就可以吃，特别的嫩啊，喜欢吃海鲜的老铁给个双击哈，来个生枪对虾，喜欢吃大虾的老铁给个双击加关注啊，咱们下个视频开走啊，双击，吃个小鲍鱼，这里是内脏啊，
我要吃这下来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特别的嫩啊，特别的鲜美。喜欢吃海鲜的老铁，给我双击加关注啊！